即马咱阁继续看哈，即马继续看，即马看对呢，看，即马来下面现站，待现在，用一时而包装太虚，尽量管而为了万象，岂可以？哦，即个叫明白，雷其清气，妙果风其尊重呢，安尼哈。即马即个，安尼，啊，即马咱来甲看伊即个内容的解说。内容解说，伊即马即句代吼，当然是对立话，是讲代对效而立安尼。那么代对效而立，吼，即个就是讲即个教义大，啊大甲无同，比如叫做代义在，免哪比如无同，比如，啊，唔得未比未比如无来甲讲，啊，做虚空，像虚空遐大。哦，安尼就比如起来，啊，虚空是无挂嘛，哈，安就讲这本妙法的法，妙法莲花经的这个法，大家像虚空，用安尼来甲比如，可能我袂唔对安尼，哈，安怎样哈？所以今来在讲，唔管呢，主地江山为大嘛，哈，伊今来在讲安尼，啊，一心，意思就伊讲用一心嘛，即用就讲发扬，哈，发扬一心的讲啥一法。一话就讲，一是上中道之理，一是上中道之理，安怎样吼？但是这个真实之理吼，当然离有诸希望，离有诸希望呢，所以这个叫做一真实不虚之法安尼。因为不虚之法，啊，就唔得有虚之法，因为头前迄个方便，啊，甲这个一心，这个有无共的咧？安了解吼？啊，那是有对台的话，就是小可无达到一息啦。啊，所以这个一息就是讲一息上中道理安尼，安怎样吼？但是伊即马进来，他佫甲咱讲包括无挂，啊，佮总是无见无欠，哈、哦，无畏啦。那么这个讲代志无畏，亲像虚空，哈、哦。但是一切是上无畏劳安尼，好、哦、安怎吼？但是明法体之代，好、哦，伊是安尼讲。但是这个个心真如假，就是一法界，而这个个一大法界之法，哦，这个叫做法体之大，哦，一大法界之法，安尼哈，即嘛这个是跟咱说明就讲，啊，即嘛这个观有头前个讲尽量观，啊，尽量观因为这个观文，就是有两种的观文。啊，两种讲，唔过这个法华经唔唔得有讲到头前，那么这个现在讲法华经是实法，啊头前还能讲观法嘛吼？四十九年，而这个后边八年，这个法华经加这梵经，这是较特色。啊，那么头前还能讲叫做观，叫做方便。啊，现在开始变有两观，即马我甲注意讲者，这个我爱甲咱讲，因为这个天台宗。天台宗这个地价大师的教义中吼，有讲到这个大乘一旦甲讲会出来，这个叫做大乘观法。啊，那讲未出来就是实法了嘛哈。安听好哈，讲未出来就是迄个一心法界，这个一时相理，迄个未讲是。唔过你要讲讲，要让人入这个一时相法，这个在研究中间有哪讲会出来，这个叫做大乘观法。哦，这个在地价大师伊是安尼说明，所以唔够有一个叫做。两观两种的这个观文，啊了解吼、哦？但是这个已经来得个个人解安的讲，万象空空，无不色境，而见为微气。那么这个话吼、哦，咱即马甲接落下面，吼、哦，这个进两种观文，这个吼、哦，万象心乐，心心无不由一时上显现，再包罗万象安尼。那么这句话吼，万象就是讲虚空中各类。那么虚空中各类，咱即马来讲，因为虚空内底有银河系，吼、哦，银河系也是象，唔过有无量的银河系，啊，无量银河等于有无量的大千世界嘛，对吼？那么这无量大千世界，每一世界有各种的这个象，所以这个叫做万象安尼。但是这句心心呢，就讲心乐万象啦，吼。心乐万象，拢总是由这个一时想法显现的。一时想法显现，不过呢，一时想法搁在包罗万象安尼。
哈、哦，安尼咁看有，即句话安尼甲转一下用，安尼可能较好了解。一是即、這个个，即、這个心罗万象，无不是有，一是相法显现。啊，但是搁再受一时想法包罗安尼，吼、哦，这是讲安尼啊。所以现在底下搁一句话讲，如妙法用是大安尼，如这个妙法用，就讲等于这本法华经就给讲迄个心罗万象受到这个一时想法的包罗，会所包容，包容再来。但是呢，在当中是一时想法所生安尼。吼、哦，这万象无条款的这个万象，当中是由一时想法。显现出来，哈、哦，那么再来哈，明海不足如其深，啊，加这个疏密不足，以其寸矣，哈、哦，这个是几款呢？因为这个明海哦，咱大陆有一个叫做渤海，对不对？对哈，刚、哦、捌听到，就是里底呢，伫这辽东半岛，加这个山东半岛的这个中间呢，但是这个呢，就是讲非常深迄个所在，在这个海内底是上深的，所以这个。明海有那是给讲啊，做大海。但是大海伊即马即句话引入出来，就是讲啥大海深，有那无深。吼、哦，安怎讲无深？伊讲妙法的深，深甲不见底安尼。啊，你讲即个大海嘛深，深甲无底啊。唔过呢，即本妙法莲花经的深，深甲无看到底安尼。啊，苏米山的悬，无算悬。因为苏米山有84000游船，不然无算悬。吼、哦，有苏米，但是妙法的悬，你未当看到顶安尼。顶于呢，伊的深高吼，唔是一般所想安尼，深也是特别的深，深到无见到顶，啊悬啊悬到悬到无见到顶安尼。吼、哦，安尼可见这本妙法的华经，唔是普通人会当去接受，会当去体会出来。吼、哦，因为这是最究竟法了嘛。也叫做一时幻，一时想法啦。所以他用这两句话，渤海，哈、哦，这句叫做“起可渤海，累其深志，妙可弘其准动”伊安尼。好、哦，伊个讲安尼嘛，哈、哦，原来是无教官，所以这个妙可得个指苏米山安尼，哈、哦，安尼可见这部《妙莲华经》在这个个慧智大师也现赞中，伊是个俄罗斯安尼。那么下面这句哈、哦，这句哈、哦，现赞。受清妙法莲华经者，彻弘光之极昌。啊，这么来，行一步之多名，殊品第一者，经义类之宏标，吼、哦，显义传之白目安尼。吼、哦，那么这本经为什么称作妙法莲华经安尼？先啊，这本经比较清楚，因为这个经有一个啥，有一个别地加一个中地嘛，吼，阿白就有写。总地就讲佛陀讲的法，接起来叫做经，拢总叫做经，叫做总地。但是有无共名，它叫做别地。哈、哦，但是这本为什么甲称作《妙法莲华经》？伊讲《妙法莲华经》的法吼，伊的大纲，这个大概，而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的大概，就是讲安怎呢？极地的意思，极地就讲最究竟，安怎吼？行一步之多名，譬如讲这本《妙法莲华经》甲号做《妙法莲华》，都啊亲像啥一个国度，迄个生字吼，这个生就讲迄个国度内底开一个旗啊，啊这个旗啊内底就开始讲，这个是什么国度啊呢？但是这本《妙法莲华经》而且内容拢标在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，我讲敢有听有？内容《妙法莲华》。就是这本经的内容，都亲像迄个国家一个首都，譬如讲迄个较大国都吼，譬如讲有迄个朝代，甲下在洛阳呢，有诶甲下在中安嘛吼，啊，即嘛即个美入城，即个所在叫做中安城，迄个就是帝都，吼，啊，那是洛阳，就归伫洛阳，迄个就是省啦吼，迄是叫做省，省一部之多名，所以这本内容，伊个叫做《妙法莲华》。哦、但是书品第一的经，这个经吼、哦，就讲光明期啦，哈，宏大，哈、哦，迄、那个类似宏标哈、哦，就讲宏大，所以这个搁在讲显义传之别目，这个义传就讲不懂的道法，
因为咱头前有讲过，迄、那个转的，叫讲迄个掠鱼的卡，啊卡唔都有大白细白的嘛吼，啊大白细白，唔过这个就是啥货呢？这个妙法莲花经这移转的吼，就讲显出含以前无同的这个道法安尼，吼、哦、含以前无同的道，所以对他经来个讲，这妙法莲花经叫做极强，极强的意思叫做极地，吼、哦。那么就本经来讲，这本妙法莲花经四字叫做这个大多的名称安尼，吼、哦。谈到我有跟你讲过，有讲过嘛，讲迄个地多，就是给讲安尼，吼、哦。这个譬如讲皇帝地多，啊，像这所在大家徛其中安尼几啊，啊，讲几多样，吼、哦。啊，你即马你甲想讲总统府伊还冇一个国旗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伊哩所在冇写一个总统府安尼，对吼？安尼两个当然即，所以今来点讲讲欠妙法莲花经甲书品第一吼，即、这个搁再欠着即个总地，总地我头摆有讲过，就是讲每一本佛陀讲的话拢叫做经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，但是别地讲无同的名，比如讲这本叫做妙法莲花经，啊，有的叫做金刚经，有的是表名，啊，有的叫做维摩诘经，这是立名，阿弥陀经就是立佛的名，对吼？安尼叫做无共，但是即个特别的，以上总共的经地及书品，安尼都啊讲到这结束。好、哦，阿将佫显过来吼，我也是显过来，恁有诶无？现在佫再讲安尼，法含慈愧观群相依清妙。阿将来花剑秀法，吼、哦，中将美而将连，吼、哦，体业固定法如相继。哦、啊半万之道以后出下之路方丢安尼。那么这样就买了，这里这里第一句齁、哦、就讲妙法莲花齁伊、哦、的包含齁、哦、含的给讲包含有这个持守啊个开环就讲诸经之的开环齁、哦、这开的迄个个提起来就开到齁、哦、啊这环就讲这个诸经之幻，这个幻就叫讲魔幻的幻。那如干棍经，吼、哦，干棍上，这个上叫做经，就讲贯穿甲连接，所有的这个理，它叫做妙。但是花兼修法，修法下面伊才有讲的哈，啊，甲中相美而相连，所以讲基本妙法莲花经，为什么甲合作妙法，进入莲花，所以甲兼自用自己莲甲讲出来。哦、所以这个法就是叫如相、哦、法如相即安尼。即马咱来甲看伊，吼、哦，伊个解释是讲法界之法性，啊，甲这个法相，应该法性就是法相，嘛会使称作法界安尼。所以这三种的名称就叫讲一时相立，也可以这么讲。但是这个法界，搁再用别种的意思来甲讲，就讲虚空的无量界安尼，吼、哦。伊内底即个发性，吼、哦，拢有发性甲发相，安尼吼。但是无论有佛甲无佛，那么即个发性甲发相，就是等于自性，有那是相处安尼。今仔日就讲无佛出世，也是讲佛出世了，佫达到佛法，唔过即个妙法的法，就是计讲咱宇宙间的发性，也是佮讲发相，也是讲咱人的自性，拢总是永久相在安尼，吼、哦，安、啊、了解哦。无因为有佛就现，啊无佛你就无去无安尼。好、哦，即个只讲安尼。但是呢，佛陀较用善巧方便来甲咱开示安尼。咱众生唔知影，唔知讲咱人有一个自性啊，所以佛陀出世了较用方便甲咱开示，啊，较过来伫法界，啊，较过安立诸法。我讲安尼唔够安立一个什么六处啦、六根啦、吼、哦、十二劫啦、十八界啦、吼、哦、六识啦。安尼，即个佛陀较简单，一行啊，一人简单安立不出来呢。啊，无咱较早唔知，咱嘛唔知有一个佛性，因为一般就讲啊，咱都有一个灵魂，啊，事实灵魂是无对啊，灵魂是别体啊，就是精气色啊。啊，唔够佛陀甲咱讲，啊，佫有一个如来藏嘛。好、啊，唔过迄个如来藏伫虚空界内，这是永久无灭的啊。啊，唔过咱无人知，所以佛陀较简单方便性，较简单开始出来。啊，开始出来了，较佫安立一切法安尼。哈、啊。那么这个看看为书为着要书和众生了解、哦、如果咱若会当知一切法、哦、
拢总是受佛陀所摄持安尼。好、哦，咱即马就开始，咱就讲讲解法。事实讲，拢都是受着这个一切诸法咯、哦，无不为佛境界所摄持。佛境界嘛，会使讲如来界，嘛是会使讲叫做法相界，嘛是会使叫做法性界。啊，拢总受着这个法性、法相如来所摄持嘞。所以永久拢总是受如来摄持。哈、哦，但是咱就知影呢，这个佛地无不永万天教，这个佛的智慧，即马这句话就讲，因为一切诸法无不为佛境所念，哈、哦。但是即马咱就会当知影，这个佛的智慧，就是达到究竟地，就是达到大圆镜，达到一切种地嘛，哈、哦。这叫做佛地啊。但是无不永和圆满，哦，佛德，这句永万啊个天教根基安。即个安尼甲讲较会顺咧吼，因为伊知影讲世间的一切法，甲众生的这个根基吼，根钝根来，啊佛陀就知影嘛，众生的这个诸法的中间，这业识根基就无共，即马伊会当遍照融合遍满，遍照一切根基，所以这个叫做庄略根上的基基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即马唔够，即句话就去讲。头前这个伊解说是解说安尼啊，好、哦，安怎样吼？所以依时之故，较清楚妙法，好、哦，这个妙法一粒无条件的一切法，即么我再讲一遍啦。这个一时相法，一段粒起，这个个无条件的诸法的运作，对吼？安尼都听有啊啦吼。无条件的这个运作，譬如讲太阳安怎样射，啊月球安怎射太阳。对吼，啊，即马即个月球较哪个射地球，啊，即、这个虚空界拢总有偌济银河系有偌济，啥物货，伊个运作功能拢总受即、这个物，即、这个发性摄受安尼。但是即个受发性所摄受，毋过佛陀达到即个究竟圆满啊，伊较有哪会当进入即个虚空个实体，伊毋得摄取一切发性，啊，将佛陀较来摄取。众生的这个根基的这个基于安尼，啊，才来解开始，何以将来安怎样解脱安尼？吼、哦，这段也比较讲是两边安尼讲，安怎样吼？所以较叫做妙法，但是这个修吼，就讲即马即句话讲修出，就讲这本妙法的路径特别比书经更加出众安尼。等于这句修出就讲修比出众安尼，吼、哦，用安尼来个讲。解说的应该对通啊。那么这里开头就讲这个法化非常这个个幻法无性，因为幻法无性的意思就讲，伊会当度根基，带领成就佛道。哦，那像迄个火的分方安尼，所以这个莲代表这个法。那么这莲代表这个法，就是定义上呢，这个法就叫怎啊？这个妙法的这个无就是相离，虽然处无而不念，那就讲虽然受到这个个种色该包容、该包的，不过一本体无念。我讲安尼，再办吼，无唔对啊！一路在这个个在如来中变作阿赖耶识个，但是如来中并无无异啊，并无安怎啊？所以等于像莲花，以处无而不念安尼。甚至呢，莲花阁是种花之冠安尼，吼、哦，就是讲上界水的，啊上界洁净的，吼、哦，恁去莲池看就知影嘛，吼、哦，有缘去甲行行，即马莲花都阁开，啊去甲小可观察一下，吼、哦，你若看莲花阁开，啊好花，迄、那个果就阁成啊。等于讲今仔即个研究妙法莲花经的人，含佛果就是已经有阁开发啦。再无，按佛道吼，有讲到讲你若要脱相哦。在图像伊就要差不多，就是含你未来要成佛的这个佛果，同齐开发了呢。这后边拢有讲的哈，所以现在这个称作莲为禅，但是妙法者，积极发妙安尼。妙法就是讲等于这本妙法莲经的法，最殊胜、最显露、最微妙。哈、哦，所以这个莲花就将伊的将记住的讲，这个妙法亲像莲花的结晶。哈、哦。所以以上就是识别地和妙法莲花经的四字，啊，即马来现在经者为常为法，是立是观。
哦，伊即马甲用出四段，恁那个资料无？资料阁有吼？吼、哦，唔过呢，即马即个吼，我在即个个，伫这本心经内底吼，我是甲提出八种，提出八种的即个因素吼，真诶，我即个我那小讲一个。恁应该那是有看过这本心经的人吼，这本心经，吼、哦，真内底我有加。伊即马内底是计讲经者常，经者法，经者立，经者观，伊是讲四项。但是我即马讲诶，我伫这本内底整理讲经者修，吼、哦，啊经者观，经者立，经者常，吼、哦，啊经者法。伊即马内底是计讲观立常法安尼。啊，但是我甲加一个经者修，啊甲经者行。好、哦，那么这个我大概我来念一下，安尼哦，是安怎样叫做修？因为众生在凡夫位，要定上圣贤，一定爱遵照佛陀威流的经典来去修啊。安尼听好无？哈、哦，听做按照经典来去修学哦，安尼将来较有所成就。但是我今嘛唔得个列出差不多讲到六项，但是我正减讲，经者经。经在路径，就讲咱今仔日依照佛陀所讲的这个法，啊来去行，知影无？经在路径，就讲来去行的话，咱绝对会当由这条路径来去行，就讲由这个法。由佛陀计讲，因为佛陀甲咱家的伊本身正的，伊安怎个生活，所以甲讲出来。讲在迄方便的应众生机讲，但是彻底生活，就是这个妙法莲罗经这条路。啊，所以你若按照《妙法莲华经》来去读诵，来去修持，来去为人讲解，现在这无讲演说，那是讲讲解啊。你绝对有那含糊做修行的，这条路来去行。所以这《妙法莲华经》正正就是成佛之道安尼，成佛之妙法，安尼这个经就经呀。好、哦，安了解吼、哦。那么搁再一点，吼、哦，伊计讲，伊只唔得计讲，经者为上，这里上就讲佛陀的言教。万古伤心而不得安尼，啊了解吼、哦，绝对未变未变的。佛祖那是讲安怎，令万古而伤心，绝对无变的。啊，你了解吧吼？好、哦，来，今麦搁再讲吼，今麦伊下边较讲一句话，这句话就讲佛陀的言教吼，无论安怎有什么人都未当甲推翻，安、啊、听无？绝对无可能甲推翻，所以这个呢叫做无吼。哦就讲这个时代无论安怎进步，佛理绝对无变化安尼，这个叫做常，哈、哦。那么搁再来哈，即、哦、马来一句叫做法，这个法的个只法规甲法则哦。比如火车一定爱行轨道，哈、哦，啊船啊一定爱行水轮。但是即马来哈、哦，这个叫做真理法则。但是今仔佛陀讲说明咱这个修行正果这个法则。就包括你自身绝对爱，若要修法自我解脱，你袂使离开四性体。你若要修缘觉，你绝对袂使离开十二缘起。你若是讲将来你要成就佛道，你绝对袂使远离六波罗蜜法安尼。啊，所以这本《妙法莲华经》就是要予你成佛的法则。好、哦，安尼看有哈，就无你成佛的法则讲哈，这里是讲安尼。那么以前嘛，搁再讲一句叫做观。这个观是安怎呢？佛陀当时研究了后，伊讲出来，伊的弟子甲记录伫白孝林。白孝林了后，将佛陀，伊因为信无印算，无印算哦，我遐有一套白孝经。好、哦，啊，即马唔得有个人记录，比如讲我即马去讲斋，啊，恁个人记录，啊，将佛陀已经涅槃啦。后来即大车摄甲在主大这个中间要来清理，个人去记录个出来对安尼。啊，即么记录的出来，对重新整理了，阿兰较念出来，念出来即么其中内底的地主就讲，我阿兰讲的这话如是我闻，哈、哦，是对一个所在，佛陀伫对一个所在讲，比如讲金刚经讲，佛在下为啥祈求极高独圆讲的，啊，即迄内底唔同，伊当时计讲这个妙法，计讲这个金刚经的中间吼，即么对这地主安尼记录安尼。哦，伊就入社会城去拾倒当个了，啊，即嘛来大家买来一篇，啊，即嘛阿兰讲出来，啊，即嘛在地主讲有影，照安尼对，阮记录也是安尼。
啊，即马记录了，即马唔得安尼一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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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个人写一片一片安尼。啊，即马整理起来，甲重新整理，啊，甲家一片一片甲贯穿起来。这个叫做贯穿。咱中国当时叫用竹竿嘛，你敢知竹竿是啥啦？迄、那个竹啊，收一片一片，啊，即马甲编起来，啊，即马甲写一片，佮接过来一片，啊，佮接过来一片。因为迄个是安怎开始用竹竿记录，我当因为迄已经有布啊嘛，布较大声嘛吼。应该有保险，啊！即马有哪有人记录伫咧白布里安尼？所以这个是，这个管理的，讲当时佛陀的这个地主，该贯穿诸经安尼。好，安了解吼，这个叫做管。那么佮再来哈，伊即马达到管念，即马佮一个叫做念，念是念是的意思哦，就是讲今仔佛陀的经，会当念是众生，念是甚物众生？念是迄个应该度众生安尼。该多得多，所以这个佛经内底唔着八万四千法门。譬如讲，这个大法，你要念是这个消禁机也不可能。安听吼，啊，你若讲今仔日，你讲这个四圣体，你要直接讲给这个恶道众生听也听无。所以即马这个念就是讲啥？我今仔用四圣体念到这多烦恼，这个众生可以提升甲解脱。用缘起法来念是这个，佮比迄个佮较悬一点啊。但是用这六波罗蜜的法来摄受到这个要修大乘的一条路安尼，哈、哦，因为佛陀讲安尼，我唔是用我来摄持恁，我是用法来摄持，我嘛是受法摄持啊。好、哦，阿、啊、咱今仔佛陀跟咱讲的话吼，比如讲今仔日咱安尼行行行，啊行到甲你慢慢提升，都等于爸母去看囡仔，看囡仔囡仔去行到一步步到到，阿只。爸母给囡仔依赖，啊！即么今日佛陀甲你讲，你安尼看看行，看看行，暂住修安那修修，甲你未来解脱。吼、哦，所以这个用佛法的强大力量来摄持众生安尼，这个较叫做摄持。哈、哦，那么这另外一个意思吼、哦，我想讲安尼来，佮有一个叫做行，哈、哦，叫做行是安怎讲？因为伊只无写着了哈。这个行，比如讲咱今日到底你的人生现在安怎？唔知呀，你过去懵懵逼啊，对啊好啦，唔对啊好啦，什么叫做解脱道？唔过咱中国先人无讲出来，干那讲一个人间法啦吼，一个伦常道德。啊，唔过呢，今仔安尼是无水准哦，无水准即马来，咱就讲佛陀有甲咱讲，我界是人天法，人法十善界是天法，啊，即四圣体就是即个个解脱道，六波罗蜜就是仙佛嘛。啊，即马即个问题，咱即马唔得地主拢讲过去，拢唔知影嘛，无混乱啦。即马咱即马得看经，经即马就讲我到底做得对啊唔对？好、哦、啊，你即马就讲我的人生的行为，哇、哦啊，过去才好多。哎呀，佛陀讲的我呢对了啊，啊才会对了，等于我这样就讲佛陀讲的安尼都唔对，我才用我的人生来去对照，对照经，那就讲我才都学学，啊我家己唔知影，唔知我用行来照，啊我的人生都有污点。过去都污点，阿未修行进前，咱大家嘛拢污点嘛，大错小错拢有嘛吼，所以免笑人啦吼。好，啊，唔过咱即阵就讲佛陀安尼，甲咱讲咱过去安尼都唔对，唔过即阵咱就爱改变。啊，咱改变中，你无讲一遍就改过哦。我咧讲吼，真正无改变。但咱即阵主业个，咱是佛教徒，咱有哪卖吼，亲像迄个牧师安尼，吼咱牧师是互上帝甲基督判看嘛吼，咱即阵有哪卖吼，即个佮佛祖判看。我有哪卖有佛祖歹看，啊，大家拢总卖有佛祖歹看。那么，咱若卖有佛祖歹看吼，所以我跟你讲，咱即马就爱用佛经来监察咱个人的品行，来反照咱个人的这品德，安尼咱就袂唔对。譬如讲，咱过去，咱唔知影，唔知咱即马做啥，有阵爱钱啦，啊，唔知讲爱钱就死伫钱里嘛吼，为钱死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讲我世间人谈嘛爱钱，唔过你唔知爱钱为钱死嘛。啊，爱惜为着查某死，哈、哦，对吗？哦，世间就是安尼嘛，对吗？爱救死的救人嘛，对不对？爱倒气的人死在刀房嘛，算是安死在刑法甲刀房内底，救惜爱财爱救，哈、哦，救惜财去安尼，爱名的人来毁名，对不对？心白明烈，啊！即人过去唔到，安尼就唔对，唔对，咱即么转起来，
佛祖就甲咱讲，安尼拢会对着三宝多，咱这样就卖卖。接着就讲佛祖好，佛经讲安尼，啊，这么我就用安尼大家对照我原先看的，哦，不对啦，哈、哦，反观反省家己。啊，不过我这么佮甲恁讲一个佮较特色，恁爱众生呢？恁想看卖？既然世间都爱命为命死，爱关系为关系死嘛，这春秋战国就是安尼写哦。啊，即嘛现代时代就是安尼嘛，是安尼啊。政治因素无啥啥，我嘛是安尼啊。一些微观逼世观呐，吼、哦，啊，这爱钱的人都来甲死啊，到底滴啥？吼、哦，咱就知影。啊，即嘛爱众生呢，咱即嘛就反观看，咱要爱众生啊。所以大慈悲都就是安尼啊，你会为众生死，我无骗你。你爱众生，爱为众生牺牲嘛？算不是安尼？你无命无志爱去拼，人菩萨都就是安尼啊。我跟你讲，这条就是最公应的，这条的到尾就是成就佛道嘛。这大慈悲都就是安尼啊。所以恁其他还俗事过去啊，当放遐讲，唔当搁为遐来死。即马来翻一个道德出来，吼、哦，道德这个大乘法界的这个六波罗蜜多出来。佛陀大家讲，人我今仔生活就是安尼拼出来，而且咱就讲世俗的这歹物、歹代志拢放放下掉。过去有的都有啊嘛吼，啊有的真嘛折腾，唔当搁再翻掉啊，卖搁互尊歹看，吼、哦、啊即马我爱安尼，你爱安尼，卖搁再唔对，啊当然是。过去是多缺点，啊，现在少缺点来的问题的解决啊，到佛陀的零缺点啊，好、哦，啊，现在来大慈悲多，这个过去菩萨摩萨拢安尼啊，将十善、十度、十行、十观的，就给行菩萨多嘛，啊，你将来咧，算不是爱众生为众生死嘛，啊，但是未必然哦，反正你去较好哦，好、哦。唔过你到尾为众生死，无量劫拢来牺牲个人来完成一切众生，到尾究竟对佛道。所以呢，行尽世间天下路，唯有修行不误人。这两句话我干脆把念过给恁听，安得好啊！我咧讲爱众生，为众生死，菩萨就是安尼，每一尊菩萨安尼唔免惊，因为这款的前途是光明。啊，那是世间法的爱救世灾去啦。无啥事，只到尾拢三木道落去行，行对遐个。好、哦，啊，所以咱叫佛教徒用经来反省咱个人的人格，以前不对的都改变过来了，不要再错误。好、哦，安尼就正确啦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佛经就是行啦，经就是行安尼。好、哦，安尼这个就是这段就安尼来解做一个结束了，严格讲安尼哈，经古数义哈。哦以前来这个有一个是安尼啦，哈、哦，那个坚固数据开节石油，那么千叶哈，千叶是讲，伊讲千叶千色，啊，但是只不过我哋讲妙法一相，千色不变安尼，只不过安尼来甲讲到，事实讲未来无量劫拢无变啦，这个妙法就是安尼，哈、哦，但是这个观无量能力就是说明处境。十秒立即大成，啊！甲道也用牛而无挂，即句道用牛，就讲连迄个兵用的人，甲牛痴迄种人都下当解道也，对佛经对拢安尼啊。教凡夫，教十灭众生，离苦得乐，就是教伊一定爱改邪正信，佛陀的重点就是安尼嘛。所以唔可讲连用牛都下当甲道也，吼、哦。所以以上就是讲经传的经典，但这里现传，我将用安尼读一个倒哈。现传哈，这里现传有讲书品的书啦哈，书者有也，是也，就讲等于这个妙法莲华经的开始安尼。好，莲华经开始呢，所以进来这就叫定说，这个个述说，这个这部妙法莲华经的这个观教的因由，哈，啊，佮作为发现发。兴是暂时，吼、哦，死就是讲这部《妙法莲华经》开始，啊，就渐渐讲安尼。但是因为这个个书品第一个品，就是这个品的意思有种类，类就是计讲第一叫做众生有不同类，啊，这个这部《妙法莲华经》28品，就是有28品无同的性质安尼，讲出无同的道理出来，所以有个别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么来讲。普贤寺是二类甲
派修转移为积安呢？哦，可能伊这个吼、哦，伊个本天在可能讲到这，但是这里地就是讲处事顺数吼，啊，这里本来会使叫做吉，啊，但是一只就叫讲吉，也是叫讲寿，所以这个是叫讲四品第一。搁再来吼、哦，处境有28品，啊，这个每一品内底拢有连贯着这个真义真宗安尼。所以这处品处机极秀安尼，故名第一，叫做四品第一。这个是伊大概安尼讲，我那大概安尼念，哦。但是伊今内底较佫有一句讲，义如本文，以上四经的经题到这结束。但是我今麦要甲注意讲，因为这本经在当时，这个各地界大师伊甲分作17种的妙义。有分作十七种，所以先来底吼，十七义如本文，所以有分作十七种妙义。今嘛，这个十七种的妙义真重要吼，说明一下哈。因为以前来底讲，处品处机极秀，故名第一。义如本文，吼、哦，义如本文就讲这本妙法念了，跟后边这个经义来底念，吼、哦，安尼知影吼。但是这个法华文句，它个列出。17种的这个赞言安尼，17种的赞言，伊这个赞言吼，就是这个地价大师伊讲出来。啊，地价大师讲的中间吼，就是伊一个地主叫做灌顶记录的，伊一个地主灌顶哈，今麦这个来，大乘妙法，大乘修道了有17种名，这个就是出在妙法莲华经论内底。哦，那么这个是属实是地价大师，第一。叫做无量义经，什么叫做无量义经呢？因为佛陀要讲这本法华一时上的利用，吼、哦，就是以来得令，就是这个菩萨行的无量义，所以呢回归，吼、哦，无量义，伊本身即卖即个我搁定讲起来，讲伊首先所讲的这个阿弥陀妙莲啊，叫进行有讲到84000法。这个84000法有无量的这个义，哦，当然，咱也来看到，咱都看不完。不过呢，伊注重头前海，迄、那个方便说的义，拢回归这个一时上的理，就是这个后边这个妙法莲华经，哦，所以这个妙法莲华经的这个妙义无穷无尽安尼，所以它叫做妙法莲华经，叫做无量义经，包含一切安尼。哦，这个在地界来说讲，但是第二叫做罪行修得了，因为伊讲这部妙法莲哦，经是微淡一时相立，但是伫这个三藏中的经律论，哦，罪行极妙，更无有他经有此经相比安尼，所以这个叫做罪行修得了，安、啊、了解哈、哦？那么第三叫做大方广。大方讲，这个大方讲三个意思，就讲无外为大，啊，个这个正理万方，哈、哦、啊，包覆八讲安尼。那么这个讲，因为这部妙法莲华经微淡一时上之理，故著三句，就故大故方故讲安尼。安、哦、尼看有吧？好、哦，是在讲这个，哈、哦。那么第四叫做教菩萨法，因为这部妙法莲华经哦。如来依处教化一切善根善识的人，哈、哦，而这个菩萨随顺法器，可以转入正果。所以，这本妙法莲华经就是讲教闻法的这个众生，绝对爱行菩萨法，啊来教众生，搁再修菩萨道呢。这个后边遐吼有讲到，好、哦，安怎样吼？所以这本就开始真特色，所以叫做经王。那么来第五，佛所护念。安怎叫做佛所护念呢？因为《法华经》内底念，因为微淡一时相立，这对对讲起，我甲你讲第14品念，14品遐完全去讲中道啊。哦，迄段吼，我就安尼看无，但是我有摕出中观论出来甲对照，安怎样吼？我有摕中观论出来对照哈。所以今内底讲佛祖的啊正果，所以虽然要开始，唔过众生的这个根本，吼、哦，以救灭需要。因为当时这个伊要开这个法华经的中间吼，啊，搁点点多一拢唔讲哦，唔讲去等啥？等5000的比丘甲5000的比丘，
还控过五万的币去处理了，伊才开始讲安尼。然后卡落去清洗，下里夫卡落去清洗，伊才开始说教。所以这本经不是什么人拢会当听到哦，爱注意哈。众生根本的人绝对无可能，所以伊无急速，所以就要直直等，直直等，等到遐五千的控过五万的币就离开了，伊才开始讲。所以才叫做复说好念安尼，因为恐惊在消遣根基的人哦，出去乱诽谤。按了解，因为因嘛，因讲阮都证据啊，阮嘛解脱了，佛嘛是解脱啦，所以阮唔免搁再听下。啊，但嘛伊坐袂掉嘛，坐袂掉伊就离开，离开了佛才开始，下离佛开始惩罚了，他开始讲这个，这个开始讲安尼。安尼可见，每听的这部妙念咯，经话，我跟恁讲，恁若无买来，我无会跟恁闹，安听好无？哈、哦，随便出现，因为佛陀都讲，根基无高深的人听袂到啊。那将来要讲就安尼哈。哦，那讲个有因呢，搁再来，好、哦，安就对啊。那么这个第六叫做诸佛秘密法，什么叫做诸佛秘密法呢？因为这本妙法的话，经为但必须相立，处罚真轻。那就谈到给讲波海，哈、哦，海个轻有底，但是这本妙法的话，经不见底安尼，安了解真轻哦。所以他讲为佛灵地，干那佛祖知影了。幸福的这个究竟的福德怎样呢？所以今来在讲诸佛的秘密法呢。那么这个第七叫做一切佛宗，什么叫做一切佛宗？哈、哦，就是讲这个一切诸来功德三昧无不含了。哈、哦，所以叫做一切佛宗啊呢。那么第八，哈、哦，诸佛的秘密处，什么讲？因为这本妙法呢，要跟微淡一心实相，哈、哦。不离善根未成熟的众生，不是修法之气。啊，了解哦。善根那个无成熟，不是法气。什么叫做法气？我你讲，不是那个奇奇怪怪的，不是木鱼啦、青啦、吼、哦、果啦，那不是。我你讲，那物件就是佛陀当初是无用这哦。佛陀当初是这个物件是拢以后再有智慧的再大家拼出来安尼。唔，甲即马就早时做一个早课，暗时做一个暗课。人佛陀当时暗时啊，大家拢去坐，拢去坐去名书，去机关，去禅定。啊，唔过即马已经办法无变啊，袂使。啊，无变啦，你叫人这是打梦想尔嘛吼。好，互恁去祈祈祷告啊。啊，祈祷告就是三宝赞啊，啥呢？直直念，直直念啦。啊，互恁思维一下。吼、哦，自皈依佛是啥？啊，你家己知无？主归法是啥？归法是啥？哈、哦、啊！归依佛、归依经是啥？或许内容是真深，迄就直接大德骗出来。啊，骗出来，即马再出家人都在讲嘛。啊，讲看做啥个一点钟，一点钟唔在有想着讲在大德骗出来，即虽然含糊在无相无解相应啦，但是有哪即个话说无解也袂使啊！啊，看你会去明书会袂得思维，就讲啊，像像。太阳日落啊啦，哈、哦，有无？啊，亲像时间如人头，亲像个小头毛啊啦。啊，恁有感觉有无？生命遮短长，有感觉无？啊，遮唔有感觉无？我是唔知影啦，哈、哦。话讲要讲，你讲一冬，讲一世人嘛，唔知啥物意思嘛，无得卡啊。啊，都念啊，把人念，我都对念。啊，唔知念啥，我也不晓得。啊，我是无去念吼，我无时间通去念。啊，知影，因为我暗时足暗回来咧。啊，暂时就换换啊，所以咱遮有哪照去干呢？但是我遮卖要讲遮话，就讲底下去念的人，恁这个去念的中间有注意海经句内底，给注意咱人安怎提修无？好、哦，啊，这复习数，我们就早去暗过那个念，啊，念来到底一个念啥？有确确实实要去解脱，到去体会，啊，真正真修解脱无？哈、哦，这点是真重要啊！现在出家人爱注意这点。所以，但是今嘛真来在讲主，就讲迄个善根无成熟的哦，当然不是修法的气。啊，那成熟较叫修法气，就是菩萨道啦。安、啊、听好无？菩萨道才是真正法气啦。吼、哦，这点就讲安尼。所以今来在吼，他讲安尼啦吼，所以他甲演出主佛的秘密中。那是迄个根端的伊无讲，啊，那是在菩萨道，这是真正善根成熟，这个叫做法气。但是令清一切诸。诸佛经哦，就讲三世诸佛，今麦来哈，无不由此而成就大菩提道，所以它叫做令生一切诸佛经。安尼看哈，
你根本若不是无照这命法莲华经落去学落去修，你无可能成佛。所以这个叫鸠摩罗什较真重视，叫伊当时翻译经了，伊个弟子一定爱从这本命法莲华经弘扬对中原来、中国来。命法莲华经为末结经，大乘起信论金刚经，开成讲五本，唔是大乘起信论，大智度论。这五本的中间，我改成有讲三本啊、四本啊。希望今生今世会当讲到大智度论，阿个较好哈，有那好啦。安怎样哈？哈、哦，这是讲安尼啊。所以伊讲这本《妙法莲华经》哈，莫不三世诸佛莫不由此而成就大菩提果，所以叫做莲生一切诸佛的经。哦，啊，看有重要无？那么第十叫做一切诸佛之道场，就讲《法华经》哈。闻处发花者，诶，妙法者，会当成就佛果的菩提，所以叫做一切诸佛的道场。好、哦，即马来咱的单位啦，哈、哦，咱单位五位中间可能伫新的无讲到呢，那伫四个单位内底可能有千几个在听哈，即、哦这个就是成佛的道场，啊，了解吼，即、这个五个道场东西的。这个道场拢总是给听众，拢总是给教义成分，有哪里要教义修菩萨法？啊，了解吼、哦，这个就是讲安尼。那么第十，吼、哦，就是讲诸佛所转的法轮，就是讲安怎讲呢？讲因为这个《法华经》内底谈一生是上之理，诸佛出世无不以此法门摧破众生的这个烦恼障碍，吼、哦，所以何也当解脱，所以叫做诸佛所转的法轮安尼。安条，因为以《妙法莲华经》为根本，它显示一切法安尼。好、哦，那么第十位叫做诸佛坚固的舍利经，安、啊、那叫做诸佛坚固舍利经，因为这个就是诸佛真如法身，就是这个《法华经》谈一上之理，就是等于诸佛的这个真如法身，恒古恒今，哦，不迁不变，就是这个一时相力，也是这部《妙法莲华经》。无量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超过三界，哈、哦，所以这本妙法，这个妙法绝对无白害，哈、哦，安怎哈、哦，所以这个舍利就叫讲不生，哦，就是讲先生舍利啦，是讲这个叫智慧，还是讲发心舍利。那么第十三叫做诸佛大卡方便经安尼，啥呢叫做诸佛大卡方便经呢？因为这个是叫讲诸佛有数法门。已经会当成就大菩提果，大菩提果就讲无上道嘛吼。但是呢，搁在用广大善卡方便为诸众生演说天人声闻缘觉甲诸菩萨法，吼、哦，因为伊会方便善卡，方便善卡，比如讲这个三恶道就甲讲人天法。那么六道众生伫现在就甲讲这个叫四圣第十二缘起法，已经会当个别解脱，就解讲叫修着波罗蜜多安尼。安怎样吼？这个伊就方便性格，因为佛尊有他心通。啊，但既然有他心通，咱伊的水准是先伫第二只，一样就甲伊讲这个物件可以，哈、哦。所以这个叫做何伊，这个五入菩萨法的人，何会当五入这个佛的境界，所以叫做诸大菩萨。大卡方便经，那么第十是叫做哈说一圣经，说一圣经就讲啥？因为这本《妙法莲华经》为谈一生的是上力，开始诸佛究竟之体，哈、哦，诸佛究竟之体，所以这个不是声闻缘觉，伊所会当接受的，就是一定爱菩萨法才会当接受，所以这个叫做为谈一生，所以这本《妙法莲华经》叫做啥？说一圣经安尼，这个名。那么来吼，十五叫做第一义处，因为《法华经》为谈一时上的理，就是结讲如来发心究竟所住之处，所以叫做名第一义处，也叫做第一义体，安了解吼。那么第六叫做妙法莲华，就是因为这部《妙法莲华经》为谈一时上之理，所以这个妙法，吼、哦，它。独独用这个莲花来甲引入，因为这个妙法真关系一体，就是讲妙法莲花经内底有观教，有实教，所以莲花皆开，啊果就皆成。所以今仔日唔敢去讲，众生若是要来读妙法莲花经，以这个佛果有哪个成就啊？啊了解吼、哦？
那么这个第十七啊，哈，第十七最上法门，就讲啥呢？这本《妙法莲华经》微谈一时相理，就是一切无量名故所转的法机哦，拢总包含伫这内底里，包含伫这本《妙法莲华》所以诸经中最上最上，所以叫做最上法门啊呢，啊了解哈、哦？